洛阳、桃园跟桃园的差距，今天赢球之后只剩下一场半了。后天21号、22号连着两天呢，要到桃园跟蓝明狗进行交手，这两场比赛很关键。再回主场的时间是下个礼拜的4、5、6，27号到29号有3连战要跟桃园进行交手，欢迎大家一起来为富邦悍将来加油，一起坚持一下，希望富邦悍将能够在上半季结束之前打出更多让人激动的好球赛。今天到这告一段落，现在收看，非常谢谢拉爸跟我们去看球，我是陈俊远，再会，拜拜。起来，我们。